老牛鞭，哎，牛背筋儿，六头牛三斤半。咱这对吃太虔诚了，吃个烧烤跑到青龙峡来了，哎，真漂亮。吴生残，这名字帅得很。坐这儿吃太有感觉了，又这酒，洋的，老板讲究，还给泡的茶看，看一下这菜单，哎，咱们把菜一点，羊肉吧，羊肉咱来个50串，肉筋儿，啊，腰子、牛鞭、黄鱼，行，上菜前先喝一点。妈呀，你俩一口饭不吃了。哎呀，这么快！烤牛鞭，青龙峡的特色。来来来，看看，烤牛鞭，哎，两串一块来。嗯，这个好啊，牛鞭配蒜苗，脆的，好吃吧？好吃好吃，就不吃这些东西的人受不了。没有啥怪味啊，你要不给他说，他能知道牛鞭吗？对，你说这个胸口油，这还真有点像。这牛鞭一吃，我觉得咱从银川过来都吃的，哎，后面更惊艳，还更惊艳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咋样？香，还有口感呀。啊，来了，这是羊肉串，羊肉串，哇，这太好了，大串，这100串咋吃？哇，这串太大了，哇，一口定性了，太嫩了。这中间这边跟豆腐的口感一样，这辣子多了吃着美，再加工一下弄点辣子，我就爱吃这加辣子的，我也吃加辣子，淌眼泪，我是辣王。加辣子好吃，你觉得这烤肉咋样？好吃，肉好吃啊，辣吧。来，我已经烤了20个辣死你，这烤肉叫辣死你还是辣死你的吗？哎，这件事少有的，我在全国走这么多地方就吃烧烤，一口就让我惊艳的这个点算是。上菜快了，这是啥？凉拌牛鞭，咱这是全鞭宴，咱这是松茸。哎，对，对，像牛头肉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牛鞭这么细，比我想象那么细，又来一把。牛背筋儿，一头牛三斤半，这是叫辣死你这个，啊，这放了多少辣子？看着都冒洪水呢，这辣。5分钟后再说。哇，这真好吃！这个牛背筋儿你牙不好吃不了，特别筋。加了。哇，它惊艳惊艳惊艳，加下来，一扎就散了。这真辣，这老板能听见我说话了。我是老王，辣，辣的我这儿疼。我正辣着呢，你让我喝酒。来来来，把这包辣给你。我不要。你看这辣子都快流下来了，给。别硬撑，确实能吃辣。这能喝辣乎乎人就是不一样，老板也是个实在人，吃肉你说不辣，鱼要把你辣一下，土豆片试一下，啊，那更特别辣，这更辣，我都就吃了一串土豆片，喝了一杯白开，我劝过，是吧？来来来，挑战一下。有句老话，听人劝吃饱饭。还有一句老话，我这叫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真的，我跟老板说的很好，就微辣。他这辣子后劲大，我跟你说。嗯，那还行，忍忍还能过去。接着说。这细辣子呢，这土豆片。宁夏辣子这么强，有没有宁夏朋友能告诉我宁夏用的啥辣子？打到公屏上啊，让大嘴开开眼。我嘴唇现在是烫的。我发现青龙峡是个隐藏的美食城市。啊，夜市牛。这个是真的值得开车来吃的。啊，羊的弄完了，弄个皮的啊，这就是水，皮水。我估计这俩礼拜在宁夏把牛羊肉能让我吃吐，牛羊肉没停过。